政董事长，也是东硕的这个董事长哦，那以及我们延阳哦，我们的董事长跟夫人哦，那他们呢连续从106年来到彰化来做艺术光点的一个计划，那带领着我们的孩子们那了解艺术，那每一次都有增加不同的这个学习的部分哦，那包括从艺术的学习中再有3天2夜孩子们的亲近艺术的一系列的一个课程哦，那又加到现在呢还有我们的科技的课程，以及我们这个画我们家乡的一个这个课程哦，可以说从艺术美学到科技一直到本土的这个课程都有涉猎哦，那这几年来先后已经付出了1300多万的一个这个经费来照顾我们47间学校啊，让我们这些孩童们能够呢更宽野的一个视野哦，增大他们的一个视野，让他们有更好的一个学习。我想在这边再次的谢谢我们彰化之光曹董事长，以及延阳我们的董事长他们贤康利，那长期以来对于彰化的教育的一个这个支持。那我们呢这个也要特别谢谢校长老师们的一个用心哦，那偏乡比较辛苦，但是呢看到他们的这个活动力，那也让我们看到彰化的教育力。共同哦，七高人哦，一个一点地一点面哦。那你看，像我们曹董事长本身是我们的原名人啊哈。那事业有成，刚刚大家看得到他的公司是立足台湾，放眼天下，世界级的一个公司哦。那呢，他那个有成就之后，他还是念念不忘，就是我们故乡哦。所以他从106年开始就这个回来回乡。然后就把很多新的美学概念、艺术的东西，还有呢，让孩子们能够到北部亲近艺术、亲近一些科技的东西哦。那接着呢，又每一次就一直在一直加了哈。这又最近又加了。彰化教育之美。